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我是刘祝华。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拜访几家很适合在年节时刻亲友们相聚同欢的美食餐厅。首先在台中有一家粤菜餐厅，聘请了名厨许文光坐镇，端上桌的几乎都是经典粤菜，像这道招牌菜窑烤片皮鸭，选用的是花莲樱桃鸭，烤到了鸭皮焦黄香脆，鸭肉肥嫩多汁，无论是单吃或者是夹着荷叶饼一起吃都相当的美味。另外这道是以主厨许文光为名的光哥鲜活沙姆蟹花甲锅，选用1公斤重的沙姆蟹，里头有满满的蟹黄，搭配海瓜子一起煮，不仅卖相霸气十足，汤头更是鲜甜入味。焦糖色的烤鸭闪闪发亮，随着师傅的手切下每一片鸭肉，发出卡滋卡滋的脆皮声，鬼红色的肉片渗出肉汁，直叫人流口水。哦，他在网络上蛮有名的，而且朋友也有推荐过，然后今天就特地带家人来吃。对，电话还蛮难打的。对，这次很幸运有预约到。让人吸睛的片鸭肉，满足客人视觉上的享受。招牌的窑烤片皮鸭，肉质很讲究。现在我们严选的鸭呢，就是这个3公斤的樱桃鸭，在花莲那边挑选的，因为那边的水呢就比较清澈，就是养的鸭出来呢就比较就是肉呢比较带一点油啊，咁啊肉比较 Q 一点。接着还要涂抹秘制的酱料和适当的摩擦，让酱料平均入味到鸭肚子里。为了要有脆皮的口感，至少要风干一整晚。我们特别就是上边调一些风扇，这样把这个风扇直接吹下来，等这个鸭每一个地方都平均就吹到。将山鸭吊挂放进窑里，熊熊的干柴烈火烧出诱人的樱桃红和香气。闪闪发亮的烤鸭，外皮酥脆，鲜嫩多汁，再加上荷叶饼、甜面酱和葱段一起吃，清爽又解腻。吃起来就是皮很脆，然后肉很鲜甜，很多汁，就吃起来也不会很咸。它就是搭配小黄瓜，还有那个葱，还有它独特的酱汁，然后吃起来就是很脆，然后就是很爽口。这招牌烤鸭很吸引人，海鲜料理也很有来头。料理主厨许文光出生于香港沙田，资历长达40年，过去担任过多家星级饭店的行政主厨，直到2016年因为一通电话来到这里。有一个晚上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真的很想你下来，你要不要下来？他真的好像三顾吵闹着，没问我很多次。许文光将好手艺带到台中，像这道沙姆蟹花甲锅，做法源自桥底辣蟹，经由许文光加以改良后，保留呛香，多了蔬菜的甘甜，来迎合台湾人的喜好。我们先煮一个浓汤底，白汤的浓汤底，好，那么熬这个白汤，我们最少要熬6个小时。重达1公斤，霸气十足的沙姆蟹，蟹黄高滑，丰腴肥美，还有海瓜子搭配白菜和菇类，熬出甘美的汤头，汤咸味美，令人回味无穷。汤头很浓郁，但是因为里面有加蔬菜，所以就很呈现的很鲜甜。然后沙姆很大只，里面的蟹膏也很满，很物超所值。许文光挑选海鲜的眼光向来独到，高档的龙虎斑也是他的食材之一。我们挑选呢，大概都是1公斤左右，1公斤左右的龙虎斑呢，它的。因为我这一个做法呢，就是要把这个鱼骨去掉，拿鱼肉切片。
我这么擅长粤菜料理，主要是因为许文光从小生活在大排档酒家，加上父亲是粤菜老师傅，在耳濡目染之下练就了一身的好底子。就在我爸那边的店做了三年，做了三年之后，里边一个大师傅就跟我讲，鱼不过塘不会长大，他意思就是说你待在这边是很安逸的，因为有爸爸的光环就是保护住你，你一定要去外边闯一下，所以我就去做外边做。于是许文光决定到另一家知名的顶级海鲜餐厅学习，让自己的路更广。粤菜有分两种，一种是高档的专山珍海味鱼翅鲍鱼那些的，一种呢是茶楼那一种。茶楼就是卖点心啊，炒好牛河啊那些，就分两派的。当学徒的日子，许文光的厨艺更精进，该学到的功夫菜每一道菜都了然于心。细致柔嫩的龙虎斑比鳕鱼更入口即化，透过嘉陵龙虾汤，温热的汤汁熟化鱼肉，每一汤匙都能尝到双重鲜美。我觉得那个肉质啊很鲜甜，很 Q 弹，然后它蛮特别，它是用炸过的脆米，然后搭配它好像是那个龙虾汤，对，所以它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特别，然后吃起来也非常的那个好吃。许文光27岁那年，香港正在流行到海外发展，在父亲的支持下，他离开家乡来到台湾打拼。已经做了快40几年了。有没有机会就是说为这个粤菜来留一些东西，当然了，想法就是这样想啊，但是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就是要传承下去了。人生大半时间都在台湾，虽然父亲过世的当下没办法陪在身旁是许文光永远的遗憾，但父亲所留下的菜谱却是激励他向前走的动力。现在粤菜，困难处就是什么？它粤菜的手工菜很多，精致到手工菜很多，但是现在的社会是复杂到，就是要简单，不要太复杂，因为多功夫嘛，他们都不愿意去做了。不怕辛苦，努力复刻老粤菜，坚持保留匠人精神，是许文光对父亲传递思念的方式，也是他对料理不变的初衷。在台中公益路上有一家粤菜馆，招牌的酱香琵琶鸭是香港主厨阿龙师的心血之作，这里所有烤鸭一定要倒挂着烤，所以烤出来的鸭子远远看就像只挺胸的抬头鸭，肉质烤到了焦香软嫩，充满浓郁的油脂香气。店里头的人气海鲜料理还有这道黄金炒帝王蟹身，咸蛋黄呢要炒到了软糯咸香，才能粘黏在蟹脚肉上，吃起来蛋香味十足。师傅的好手艺让好多嘴刁的老饕一试成主顾。我做呢啲菜做咗30年，我系香港人，呢啲菜就等于我嘅一生。人称阿龙师的黄之龙，粤菜底子深厚，烹煮的每道菜道道都是经典，让饕客们吃得心满意足。阿龙师傅，我很喜欢吃他的菜，那因为他的品质做得非常好，而且又非常的用心。他们家餐厅特色，好吃啊，服务好，但是有一个缺点，非常的难定位。餐厅能大受欢迎，是因为黄志龙遵循老一辈做法，像是帝王蟹料理，黄金炒帝王蟹身就是延续老师傅手艺。黄金指的就是俗称金沙的咸蛋黄，烹煮时火力不能过大。如果一直开火，咸蛋黄会烧焦，要给中火，要关火，再靠那个锅边的热力，把那个咸蛋推到热，然后把它推到起泡。咸蛋黄在锅边煮得金黄飘香，接着放入帝王蟹脚，粘稠蛋黄沾附蟹肉，散发浓郁蛋香滋味。
裹上一层黄澄澄金沙的黄金炒帝王蟹身，蟹肉沾附咸蛋黄，外层油润咸香，吃来略有沙沙的口感，味道充满着蛋黄香气。蟹肉结合蛋黄，肉质弹嫩，有浓郁的蛋香滋味。浅尝的时候呢，那个咸蛋黄的味道就溢出来了，但是它不会抢到里面的这个蟹的鲜甜。喜欢品尝帝王蟹的饕客还会点这盘有着广东特有食材的花雕鸡油帝王蟹搅拌陈村粉，蟹肉吸附鸡油，口感细嫩，肉丝鲜美，搭配广东顺德陈村粉，吃来类似台湾的龟阿雕，骨溜滑口，香 Q 够味，配着汤汁一起品尝，味道更鲜。因为它放那个肠粉，所以那个花雕酒的味道就渗透到那个肠粉里面，真的又加上那个生猛海鲜的那个鲜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客人熬肉的美味，有着师傅黄志龙多年来的努力。早期曾是香港国际饭店粤菜主厨，走遍中国、新加坡和南韩等地，但因为深爱台湾，决定在这闯荡一番。只是要克服的不仅是饮食文化，还有当地食材特性。我们去到别的国家，都会因为那些食材的有时候的品种不一样，好像鸭子，我们也选了差不多十几种，差不多半年，我们才试到这是适合自己的。广东烧鸭当中经典琵琶鸭口味要和香港一致，黄志龙反复试验才找到合适的食材。他挑选品质好的宜兰鸭，腌制前要先将鸭肉开背去内脏，再刷上独特酱料。可能你们最不认识的可能是那个南乳酱，南乳酱就是它也是一块一块，然后它就像红色的豆腐乳。琵琶鸭因为讲究酱香味浓，所以腌料和一般脆皮鸭不同，烤法也很讲究，一般是头上脚下炉烤，但为了卖相好，鸭肉要倒挂着烤，才能受地心引力作用，慢慢的将鸭头烤得昂首挺胸。要烤之前20分钟，我们会先把这个酱投上去，然后再放到炉子里面烤，大约1个小时。广东烧鸭经典华丽菜色，酱烧琵琶鸭，鸭头烤得直挺挺，远看就像只抬头鸭，表皮烤出焦黄，喷发出浓郁炭烤香气，让人忍不住想大口尝鲜。鸭皮咸香油润，含有一层肥美鸭油，肉质软嫩，越嚼嘴里充满着肉香气味，给人意犹未尽。它其实有点像我们可以说是鸭肥力，那说吃肥力，牛肉吃肥力的部分是最嫩最好吃的嘛，它应该是鸭肉的肥力这样子。它的皮是脆，可是呢它不像烤鸭烤的那么皮那么干，而且它里面的肉非常的鲜甜。客人赞不绝口的还有香港过年宴客菜花椒鲜爆焖鸡，鸡肉要先油淋，味道才会香。因为一般我们都是用那双油鸡的这样放到那个鸡里面，但是为了想它有跟着香味，所以我们会把那个鸡炸过然后再放进去。另一边，陶锅放入猪脚、花菇以及蚝干等，再用老抽与鸡高汤炖煮入味。长时间烹煮的大盆菜花椒鲜爆焖鸡，煮得咕咕冒泡，鲜味迷人。因为料多丰盛，所以有香港佛跳墙之称。焖鸡经过油炸再炖煮，外皮油润，肉丝软而鲜美，鲍鱼肉厚脆嫩，滋味软而鲜香。昂贵的花椒是大型鱼的鱼鳔，师傅卤的 Q 弹脆嫩，含有丰富的胶质。大盆菜呢，因为它是用10种食材下去慢慢的包，那再加上食材是鲍鱼，然后还有我们的花椒，所以基本上它吃起来呢，就是等于是满满一锅的 Q10， 然后让我们吃的呢，就是非常的养生。黄志龙纯熟的厨艺获得客人称赞，像是需要和时间赛跑的蒜子火腩扣龙胆石斑，大蒜在滚烫陶锅快速爆香，接着马上放入鱼肉烧煮，才能将两样食材完美的紧扣入味。龙胆石斑它也是做切厚切的，它呢下去以后，它整个蒜跟那个烧肉跟那个香料的味道都进到那个肉里面。然后那个肉非常 Q 弹，尤其那龙胆石斑就适合女生吃，因为它那个皮胶原蛋白最多。
每道鲜美粤菜都是黄志龙对美味的执着。虽然离开香港数十年，但想把好味道传递给客人的心永远不变。没关系，有什么中有什么菜有问题，我们马上处理，我们马上做到他满意为止。然后最重要，我们做的菜就是香港的地道地的味道。黄志龙尽可能把菜肴做到最完美，是因为这鲜美滋味不仅是对客人承诺，还有他对料理的一片真心与热忱。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台中有一家道地的东北酸菜白肉锅，美味的酸菜，清爽的汤头，还有各式东北特色料理，不仅登上过国宴，好多政商名流都是座上宾。老板聂冰武来自沈阳，本来是从事金属业，他说当时就是太思念母亲做的酸白菜，所以55岁才决定创业。他传承了母亲古法制作的传统，利用天然发酵腌出了口感爽脆而且酸香四溢的酸白菜锅。这传统的好滋味10多年以来累积了好多的老主顾。火锅热气氤氲缭绕，酸白菜的香气窜入鼻腔，令人胃口大开。这锅里有满满的好料，酸白菜、猪肉片和手工做的串丸子，每一种都是客人的心头好。感觉就是回到家的感觉，哎，这个气氛环境比台北的还好吃，真的比台北还好吃。就那个吃下去的感觉就是。吃了还想再吃，就有这种感觉，让客人一吃就上瘾，还久久难以忘怀，就是这家位于台中忠孝路上的东北酸白菜锅。这汤头的美味，就连知名导演李安、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许多政商名流都是座上宾。然而在老板聂冰武的心中，这可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妈妈味。我都55岁才创业啊，那时候那做这个东西就凭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在做酸菜的那个感觉的印象在完成做这个东西。原本从事金属业的聂冰武，在母亲过世2年后，思念母亲的酸白菜，也生怕这好手艺会失传，于是他决定创业，卖起儿时记忆里的酸白菜锅。来到聂冰武的秘密基地，一颗颗翠绿如碧玉的大白菜，仔细削去粗黄老叶，紧接着送进3道水流，准备来一趟大洗礼。我们是为了做酸白菜，尽量不要有的化学物质，3次冲过又过水了，然后再过到那个大塑胶桶里面，还要经过盐水再给它泡一下。重视清洁，盐水能洗去杂质，软化菜叶，接着穿烫沥干，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此外，为了要提高酸白菜的成功率，聂冰武更打造发酵室来培养这些娇嫩的酸白菜。因为我们有这个环境，一定要这个发酵室的话，这已经很多年的，也将近10年的发酵室，它是培养中间这个里面进来都有菌种了，所以在这里做菜就一定能成功。冷气房里每一颗晾干的大白菜，有的还依稀可见长出新嫩芽，展现强韧的生命力。接下来要靠人工一颗颗排列入瓮。一层白菜薄薄的一层盐，一层白菜薄薄一层盐，不要加什么东西了。到后面你看看，只要把石头压好了，水铺上去要盖过白菜，那就盖起来了，就等它慢慢发酵。接着进入30天的发酵期，为了避免酸白菜变质，发酵期间必须不时捞掉发酵过程所产生的蹼。一般这个在我们这里大概3天到1个礼拜之内，它就开始长蹼了。一长蹼以后，你就每天要捞掉，2天就长一次，2天长，越长越快，越长越快，一定要捞掉。你不捞掉，你偷懒，你2、3天、4、5天不捞。你超过1个礼拜，这个缸可能就要准备坏掉了。费心耗时照顾的酸白菜，每一丝纤维都很保水，散发出乳酸香气。将烧得通红的炭火丢进传统的铜锅，吹入空气，加速升温。在炭火的加温下，口感爽脆的酸白菜彻底释放酸香。
微酸的酸白菜汤头混合大骨高汤的醇厚底蕴，一入口就有乳酸的酸甜滋味，蔓延到两颊侧更是刺激脱线。而火锅里的五花薄片脆口不腻，还令人越吃越开胃。一把夹起吸饱汤汁的酸白菜，口感爽脆又清甜，或者搭配涮牛肉片和鲜虾，蘸特制的喇叭酱一起享用，美味等级更是加倍。那这家我觉得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出来它这个酸白菜呢是等于说是天然发酵的，所以它的喝的汤的口感呢就很不是那么偏酸，然后很清淡的感觉，会有点回味的那种舒服的感觉，这样，所以印象还蛮深刻的。无论是汤头还是肉片，都让客人赞不绝口。还有一颗颗手工做的川丸子，从虎口挤出一颗颗粉红肉丸子，坚持手工，因为这个动作很重要。就我们在挤压的时候，穿就是肉经绞肉经过虎口这个过程，像穿过去这样子。我们就是用这个动作来讲这个川丸子。炸过的手工川丸子在火锅里翻煮后吸饱了汤汁，一口咬下就会喷出鲜甜肉香，搭配着酸白菜的酸甘滋味，每一口都让人打呼过瘾。面皮从四方展延开来，铺上油酥、花椒粉和葱花。卷起来后切成每块230克的大小，在煎台上煎得滋滋作响。我们这个算是家常饼，家常饼就等于类似我们一般家庭在吃的，所以就比较不会用那么多的油去煎它，所以会花比较要需要比较久的时间，慢慢用比较少的油去煎。美味值得等待，外皮香酥的面皮又香又 Q， 聂家人把客人当家人，分享着东北家乡的传统料理。每一片葱油饼里包覆着青葱，嚼起来有纯纯的面皮香，带有微微的青葱甜，不油不腻，清爽迷人。皮的口感，它不像别人哈，就那种死硬了、啊，有时候都嚼不动。我们这种老人家哈，有时候太硬了咬不动啊。它这个口感就是就正好。薄薄的饼皮在煎台上慢慢干烙，一翻面就烙上金黄。酸白菜铺好铺满，摆上牛肉片和青葱，将好料通通包起来。一刀切下，清脆的声音实在诱人食欲。刚落过的饼皮微微香酥，又有着软 Q 的面皮口感。包进了酸白菜、牛肩肉和葱段，从酸到咸，再到青葱的辛香作结，口感卡滋卡滋，相当有层次。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好东西啊，不然都失，等于说没有人要这样子做，就没有人就失传了。靠家乡料理虏获客人的心，聂冰武将母亲留下来的酸白菜好滋味视作珍宝，未来他也要坚持古法，将这快要失传的东北老味道继续传承下去。在台北安和路上有一家酸菜白肉锅，老板承袭了父亲的手艺，把山东大白菜采取自然发酵的方式腌制30到50天，没有多余的添加物，让白菜自然就散发出淡淡的酸香，吃进嘴里有回甘的甜味。店家用黑毛猪肉经过了涮煮之后，口感鲜嫩又不失嚼劲，很多客人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自制蛋饺。老板用汤匙一颗颗小火慢煎，把蛋香融合了香菇猪肉馅，吃起来非常对味。喜欢重口味的人还可以尝尝他们的养生麻辣锅，香浓呛辣的汤头吃了令人意犹未尽。酸菜白肉，我觉得它的汤头不会让人家喝起来会很口渴，表示它的汤头是很天然的，我觉得很棒。因为他们家的东西料真的是好，道地的北方火锅。甘甜醇厚的酸菜白肉锅，灵魂酸白菜。老板杨晴妮依循爸爸的经验和做法，选用山东白菜来制作。它的纤维比较多，它的梗很多，所以它在释放它的那个乳酸菌跟它出汁的情况是表现是最好的白菜。只切它梗的地方，然后下面是用手刺把它顺开的剥开，让它中间的那些
叶嫩叶是不会被切断，切断以后你就碎掉就不能用。接触餐饮之前，梁启明曾经是位珠宝设计师，后来又转做电子业的业务。懂得做吃的，是因为爸爸在新店开了一家餐厅，专卖酸菜白肉锅和蘑菇烤肉。我其实白天在电子业工作的时候，晚上有到爸爸店里面帮忙，就是晚上会回去，哎，就是顾一下生意嘛。顾着顾着，从外场帮到内场，掌握腌制白菜的关键，得一层一层撒上盐巴，再来个玛莎鸡，释放白菜的甜度，没有其他的添加，才自然发酵。腌的过程当中，你都不可以有油，有油的话就会坏。不熟的客人会说，哎。哎，我觉得你们酸菜都不酸呢，怎么都不酸？再帮我加一点。我是很无私帮客人加啦，但重点在哪里？白菜它本身就不是酸的东西啊，它是因为发酵造成的，所以你要马上吃到酸，你一般在外面一吃到，我这汤好酸，好好喝，那绝对是有问题。酸菜白肉锅的汤底同样走天然路线，用老母鸡、鸡骨还有萝卜多种的蔬果熬出鲜甜滋味。从白菜到火锅料，杨琴妮不假他人，都是自己制作。像是蛋饺，用汤匙一颗颗小火慢煎，再包进香菇猪肉内馅。奶奶从以前只要过年的时候，奶奶那时候是一颗一颗的绕给我们吃，就是一颗一颗的绕，然后一颗一颗的吃出那一份感情。你的汤匙的温度一下去的时候，它会滋滋的作响，然后那个蛋才会有香味，就是呛出那个香味。手做的温度，还有记忆中的川丸子。爷爷奶奶家是上海人，其实川丸子来由就是小狮子头的意思嘛，然后再用高温油炸了以后，它的表皮会把你里面的肉汁的甜度都锁住，然后当你下了锅了以后，它又再释放出来那个香味。炭烧紫铜酸菜白肉锅，飘着微微的酸香，满满好料令人垂涎。清脆的酸白菜，温润中带有一点酸度，在嘴里慢慢回甘。肥瘦各半的黑毛猪五花，酸煮过后肉质鲜嫩，富有弹性。手工制作的蛋饺，外表带有深浅不一的胶纹，颗颗饱满。经过酸煮，蛋香味浓郁，融合香菇猪肉馅，口感很扎实。小巧的川丸子吸附了汤汁，外酥内嫩，不会干柴。用老母鸡熬成的汤头，滋味香醇浓郁。我只要它的那个酸菜是满的，我很快就把它吃完了。它是很自然的酸，这个是我特别喜爱的地方。帮我加一点白汤跟酸菜。在店里完全能够感受到杨琴妮的热情与好客，但是当初会在台北安和路另辟分店，其实背后有着负债百万的沉重压力。因为我在电子业的时候，我是因为投资了一个觉得原本这一家公司会认同用的东西，我很确定它会放在那张蹦表上，所以我去囤了一大堆货，就后来料被改掉，哇，马上黄金变垃圾。看到爸爸的店里生意好，客人回头率也高，为了还债，杨琴妮瞒着爸爸偷偷顶下一家店面，卖起酸菜白肉锅。不知情的爸爸一开始很不谅解，等到他顶下来，哦，问到我就是真的很吃惊的，也没有说完全反对了，只是说不死了，最少不死了。不服输的杨琴妮没有因此妥协，但是现实却不如预期。我是在7月20几号开幕，然后我那时候是跟着我现在的那个先生，就说我说这么早开好吗？又这么热，他说你如果现在不开，人家怎么会知道你？哦，惨赔。你知道那一桌两桌，然后你员工也不敢请多，所以我大概前3个月都惨赔。后来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就验证了我先生讲那句话，其实是对的。如果没有先经营，你慢慢一桌一桌的客人这样捡起来，你冬天怎么会有人？客人渐渐回流，爸爸也慢慢释怀，认同他的努力。杨琴妮为了抓住年轻人的市场，桌上10多种的中药材，辣椒、大红袍、花椒，这些制作麻辣锅的底料是他特地飞到四川重庆向重庆厨神刘波平学习来的。我就在那边整整待了半年，练麻辣油，然后了解所有的中药的属性。信心满满，学会道地的重庆麻辣锅，回到台湾才发现这口味很难被大众接受。因为我在那边学的炒料是1/4的油，1/4的汤，那因为他们是走香气味的，就说好了，10天后大家来再尝一下，那什么难的，炒一个1/4的油颠倒就好了嘛，就
因为我这样子一天倒了以后，炒料你看什么东西都是固定的，你把它调淡了，怎么可能会跟原本的风味一样？完全不一样，就这样一直调这些比例调调调，又再过了半年，我才正式推出了麻辣锅。红白相间的鸳鸯锅搭配鸭血豆腐的养生麻辣锅，汤头很有层次，入口带有辣度，随后迎来的是花椒的香麻，入味的鸭血豆腐口感柔嫩多汁，美国五谷牛小排轻轻涮煮，透着粉嫩的肉色，口感软中带有一点点咬劲。店里的烧饼夹肉也是人气必点，烤到酥脆的烧饼搭配洋葱牛肉一起吃，富有肉汁，软嫩不干涩。我知道客人讲说，哇，你是什么东西？哇，你这豆腐鸭血怎么那么好吃？你知道，哦，你这蛋饺都那么好吃？什么？我就你知道，我就人来疯了，就会越做越细致。你就是被，你已经忘记什么叫做累。谨守爸爸教导的原则，在食材上没有偷工减料，在服务上用尽真心诚意，换来的就像滚烫的酸菜白肉锅，滋味芳香，甘醇在心。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过年很多人会吃菜桃柜，象征好彩头。在嘉义民雄有一家菜桃柜，老板坚持用阿嬷传承的传统做法，在三合院里头劈柴生火，然后在大灶上面捶柜，用再来米跟白萝卜柴烧的菜桃柜，用料非常简单，但是吹出来的口感绵密又扎实，散发出萝卜自然的清香。这样的好味道呢，不仅在嘉义飘香，更是在宅配市场闯出了一片天。三合院里，灶里的柴火烧得正旺，冒起阵阵炊烟。柴烧菜桃柜，有着徐英杰对阿嬷的深深思念。小时候因为家里是种田，那我跟阿嬷是负责，提供点心，然后我们就做萝卜糕给那些来帮忙的人。所以说从小跟着阿嬷一起做这个菜桃柜。重现阿嬷的古早味，得四处的寻找木柴，晒干一到两年之后才能拿来柴烧。柴烧我觉得火比较温，就是把你的脚啊支撑点抓好，然后骨头是顺那个势下去，不是用蛮力一直劈的话，你一下子就撑不了多久。徐英杰原本在药厂担任品管人员，但是每个月收入不到20000块钱。当时年近40的他，总想要创业闯一闯。是太太夏凤美的建议，让他有了具体的方向。他就常常跟朋友讲说，哎，他会捶柜啊，一直在讲柜这件事情。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为什么不吹来卖卖看？只有台湾的萝卜才有香味，所以我们夏天的萝卜只往高山找，那冬天的话是当季的话就是平地都有。于是夫妻俩开始做起了菜桃柜，选用一年半以上的再来米，水分最适当，浸泡3个小时再磨成米浆。磨米的时候我们一般都要注意水量，米跟水怎么去比例调好，太少水的话会整个太黏。我以前小时候是用串枪的，串枪后来我做了，觉得发现很容易坏掉，因为我们要宅配嘛，那后来就把它改变一个方式，把菜头煮好了，控好了，用果汁机打。这样的制作方式不容易出水，口感也比较绵密，但是柴烧的过程可就不能用其他方式取代。我完全没有碰过那个灶。以前我们是在生活在市区，所以我们没有碰过那种东西，就问人家请教怎么样生柴火。其实这个跟自己想不想要有很大的关系，你想要其实你都会把它做好。想要做好菜桃柜，夏凤美辞去了美发设计师的工作，加上自己不断的研究摸索，如今生火这件事难不倒她。它声音越响亮，就是表示这个柴越干，是最好的。它必须选择锅子，还有不能一直翻，就大概3到5分钟之后，它如果会滑动，就是可以翻。
煎到了两面微焦的菜桃桂，表皮带点酥脆，一口咬下口感很绵密，充满了白萝卜的清香，用料很实在。他们的菜桃桂比较绵密，然后不像外面好像有掺粉安尼吃起来呢干干的，他们的吃起来比较酸较绵安尼。选用质地比较松绵的大甲芋头来做蚵仔粿，夏凤美就这么削着切着，努力拿捏做粿的技巧，但是妈妈却不看好。我妈妈打枪打得超严重的，吹什么粿，而且大家都会晓吹。想一想，对啊，菜市场很多啊，婆婆妈妈也很会吹，不过婆婆妈妈她不会上网销售。做出了市场区隔，夫妻俩决定在网路上做起了宅配生意。不过一开始缺乏知名度，得想办法主动出击。比如说摆摊，县政府他有试吃活动，我们就去了。公司行号有拜托朋友带我们进去，我就说你们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煎？可是他说茶水煎哎，就是地方不太好。我就说没关系，我可以煎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躲在那里煎煎煎，然后就端出去请他们试吃。这份积极跟坚持，慢慢的看见希望，就像煎出来的蚵仔粿，因为用料大块又扎实，慢慢累积了回头客。蚵仔粿洋溢着油葱酥的香气，融合了芋头的松绵，吃起来咸香不油腻。它就没有用一些添加的东西，所以吃起来都可以吃到真正的食物的它的那个原味。喜欢吃辣的徐英杰加进了朝天椒，研发出了断魂辣桂的口味。还记得有一年，两人为了赶过年前的订单，长达五天都没有合眼，就是把它赶好，五天都不睡觉，然后整个脚啊都麻掉，要靠翻的方式来站着。因为蒸桂的时候不是放着蒸就好，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搅拌。因为米跟水，我们的食材，它会因为重力的关系，它会分离。那搅拌就是靠热度去把它混合均匀，搅拌上面跟下面是一样的 Q 度。我觉得捶粿也很好玩哎，它没有每一次都成功哦，那就是会有几次失败。可是你必须从失败之中再去找答案。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一点。魂辣桂菜如其名，一入口辣椒的辛香直冲脑门，融合了桂底的香绵，味道十分销魂。菜桃桂不光用煎的，加进了 XO 酱还有九层塔一起翻炒，夏凤美的私房美味，每一口都很够味。裹上了 XO 酱的菜桃桂外酥内软，鲜香很有层次。徐英杰特别租下了三合院，在古朴的氛围里和太太一起携手奋斗，传递阿嬷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就像一起打拼的过程，我觉得有争吵也有快乐啦，反正就是为了这个家一起去努力，我觉得蛮开心蛮幸福。其实一个人没办法做这个事业，因为贵很重，他必须有两个人以上，那就是要同心协力。柴烧的高温常让人闷热难耐，但这些辛苦的点滴都将化为最真切美好的单纯滋味。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彰化田中有一家卖蜜麻花的老店，在当地已经经营40多年了。招牌的香葱蜜麻花口感香酥，不会太硬，一口咬下麦芽慢慢在嘴里头融化，咸咸甜甜的滋味非常下嘴。这款的蜜麻花不仅串联起邻居的情感，左邻右舍阿公阿嬷都会到工厂一起帮忙编麻花，传统的好滋味更吸引了好多客人不远千里而来。一颗颗裹上麦芽的蜜麻花闪耀着动人的光泽，再撒上清丽的香葱，散发迷人的葱香，扎实酥脆的香葱蜜麻花成为来到彰化田中不能错过的传统点心。我们都是从小吃到大的，它吃起来主要是比较不会粘牙，对啊，然后就是真的是很爽脆，就是吃一个还会想要再吃第二个这样。加入鸡蛋制作蜜麻花，讲求原料简单。两，后来就是盐，哦，啊一撮仔糖，
啊，油一出啦，过来的米粉，这完全拢无防腐剂的，水头了加伊的 Q 度个，你无看我定咧定，定迄个 Q 度，哦，迄度真有 Q 度。第一代老板吴荣进卖蜜麻花卖了40多年，70岁了依旧每天来工厂报道。制作面皮得经过压面机不断的来回碾压，一遍一遍，后来胶薄，直直薄，那薄到尾啊，准是一梳啊，那薄有薄啊，哦，啊，就爱遐薄啊，那薄才会好食，哎，啊薄，这煎也是个煎也酥啊。吴荣进国小毕业之后就到台中学做饼。但当时就连当学徒都很竞争。那老头子，你们伊也讲啊，伊讲啊，都囡啊，啊，我但叫一个你要来吼，啊，你来无紧来，你做看吼，啊，我若看袂煞你吼，啊，你就爱三工后，你就爱转去哦吼。我讲好啦，啊，无我再较认真嘞吼，我会认真学吼，我做紧张的哦，哦，暗时啊困袂去，拢袂天光了，想要起来做啊。我怕他没工作可以做，怕他回去给他叫回来很硬气。加倍努力认真学习，吴荣进一待就是好几年，直到退伍之后他回到家中帮父亲务农，为了贴补家用才重拾做饼的技术，卖起了蜜麻花。哦，你两地要天开他才不黏的，啊黏的就碰不了。面皮互相交叠折成麻花形状，要做出美丽的麻花全仰赖手工。偌大的工厂里不难发现，这些折麻花的手都有了岁月的痕迹，有一些还是超过了80岁的阿公阿嬷。我这摆80外，无来拢咧困啊，来做嘛较袂好戆，头发较袂烧破的。来遮较热天啦，较有伴啦，较济人啦，啊无家己倒处理哦，无聊啊。这群编织大队来自左邻右舍，吴荣进不分男女老少，提供在地居民一个就业的机会。因拢工厂退休啊，为厝嘛，万无当山嘛无聊啊，啊来遮过呾趁钱，啊过再一个手的运动，较袂记着出代去啊。啊，安尼咱哦，增加因的精神会愈好啊。吴荣进的生力军，还有他的儿子吴振达。退伍之后的他，先到外头闯荡了5、6年，做过模具，也当过机器管理员。要看看外面人家怎么做，一些工厂的管理啊。我回来之后，慢慢的去改变一些作业形态。生麻花整齐的排排站，通过了输送带，跃入油炸机。这是10多年前吴振达回乡接手之后做的改变之一。以前就是一个很大的锅子，用人工油炸。它那样子会产生，就是说油温不平均，产品的色相就会不好。但是当用机器之后，它就是很平均平稳。油炸过后的麻花色泽均匀，金黄诱人。麦芽一定要滚透，没有滚透的话，它吃起来就比较不好吃。放进200多度滚烫的麦芽糖浆，靠手工拿捏力道，来回翻动，沾裹糖衣，这可是影响蜜麻花会不会粘牙的关键。薄透的糖衣外表，再撒上大把的青松，增添亮丽风采。我以前那算嘟嘟啊，做面倒来啊，我拢主要做菜，我有做一挂菜，啊，着菜用比都比较有种一挂葱啊，就是讲啊，无咱咱来做这個，啊，着甲挂一挂起来吼，来试来烘啊。父子俩互相合作，每个步骤都不敢马虎，确保品质，坚持现做现卖。啊，我砍所塑料，啊，咱再甲煮下一下，啊，压来都袂歹，啊，就怎啊咧继续。即摆算相同的是阮的招牌，阮拢家己做家己卖啊吼，阮不爱囤货，不要人家食咧上鲜的，吼，上好食，口感上好。香葱蜜麻花有着淡淡的葱香，入口先是酥脆，在嘴里慢慢软化，不会太硬，也不会过于粘牙。咸咸甜甜的滋味相当下嘴，它的香味会一直在你嘴巴里面，对，那你就是咀嚼的时候，他们那个蜜麻花又不会太硬，我觉得软硬度刚好，然后你吃了会想再吃，所以我们专程特地从台中过来买这样子。芝麻口味的蜜麻花，不单单只是撒上芝麻，还藏有吴荣进的用心。咱热天吼，拍开手一摕吼，而且迄个会感觉是我会粘，对面包细，要甲伊包遐粘度。吃较袂遐甜啦。
芝麻密麻花，散发白芝麻的香气，扎实酥香，吃起来不会太过腻口。千层细丝的麦芽融在嘴里，甜在心里。吃他们的习惯就不会想要吃别家的，而且很真材实料，也没有放防腐剂，我就觉得真的很棒。裹上花生粉的花生密麻花没有油耗味，吃得到自然的花生香，入口甜而不腻。我从小吃到大应该有十几年，但它花生本来就有花生的香味，然后再去加上它本身密麻花的那个香气，其实就很 OK。 注重食安卫生，在生产线上密麻花都采单颗包装，以前就是一个大包装然后直接封起来，然后后来我就全部都给它单包装单包装再封起来。啊，咱的品质你还高，啊，不断都要求家己，啊，认真，安尼就对啊。咱就是爱甲食做好味较重要，就是人家，啊，一直要来甲咱买，啊，这就是咱上欢喜的。古早味的密麻花，精酿色泽的背后，凝聚乡里之间的情感，也延续了两代的传承。简单朴实的滋味，历久弥新，余味无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如果观众朋友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资讯上的问题，可以到非凡大探索的脸书粉丝团留言，或者是订阅非凡大探索的 YouTube 频道，会有更多样的美食资讯。我是刘祝华，感谢您收看，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跟您见面。